之我们今天就是要玩这一些，这个那个少捆村嘛。那我把亮度调亮，因为对不起啊，哎，不是你啊，不是你的字我不会念。大悲唱安呢？哎呦，这是蝙蝠，我稍微调亮一下，不然奶油说可以调亮一点，不然会看不清楚。嘿，下来下来下来，不要睡觉了，工作了工作了。蜘蛛不会怎样，观众续之啊，哎呀。来，哦，按错了。观众须知，欢迎来到惊悚剧院。为了有更好的观看品质，请各位观众一定要遵守以下规定：一，请先将游戏设定调成以下状态，亮度调50。那个由于实况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调成100，视野一般，这个100没错。音乐关闭，音效最大。OK， 除非剧情需求，否则禁止破坏任何物体。OK， 请不要在影片进行中使用床铺睡觉存档。哦，这个我不小心，是昨天不小心睡过了。对，你可以再跟我讲一次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又忘记了，对不起。然后，若是死亡后回到这里，物品会继续留在身边，不会消失，可以接续进行的游戏，请观众不要担心。啊，还有水池不能跳进去哦。水池，对，那个不能打掉啊。请不要进入山林或是没有道路的地方，或是尝试翻越地图范围外。周围的山丘就是地图的范围，请不要攀爬藤蔓，藤蔓他们只是装饰品。OK， 请不要使用小地图，最后注意，此地图不建议12岁以下的观众受看。如果你观看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，请立刻停止观看。谢谢您的合作。那么准备好被下铺打了吗 ？No， 那就放按钮，准备体验少年村的恐惧吧。小月安安啦，小月，那个你的话，你可以那什么，就是那个。算了，我忘记了。嘿，好，我先穿鞋子，在哪里啊？哦，那个新观众可以留下您的名片在我的 FB 上面，我会帮你做成那个什么 CSNI 呢？有，我身体已经好很多了。好了，我不会破坏任何物品。令，好，令安安。我看一下，我有点忘。昨天没发觉啊，好爽。哇塞，仔细看其实还蛮多的。哦，对，我先看一下故事内容。观众须知不是，然后是事件的开始。我叫顾宁汉，是一位高中生。今天放学的时候，突然一位班上女同学要我去她家玩。关于那位女同学，我只记得她行为跟她并不熟。不过我不知怎么的，等我回过神来就已经答应了。米娜安，想说好吧，既然答应就做得到。虽然我并不清楚一个女生要我去她家做些什么，要修电脑吗？或者是修她？好害羞。我长安。好，我承认我有些感情，毕竟是第一次有女生要我去她家哦，好可悲。跟着她搭车离开市区，前往乡下，听着她对我介绍她住的村落。快村，顾名思义，是因为当地有很多快须而得名。讲讲着，我就突然到了村庄门口。进出场，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村庄一个人都没有，虽然有些奇怪，但是还是跟快同学回到了家。他的家的脸色不太好，而且周围冷冰冰的啊，一群废物啊。熬过了晚上，也不想跟快同学、魏同学有什么交流了。我推着身体不舒服，先回到客房休息了。是米娜，不是米娜，是米娜。耶，我都要开台的奶茶，欢迎各位安安、啊。那个我念台词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忽略聊天室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夜深了，我去睡不着，他们似乎都已经就寝。既然无法入眠，就到处看看好了。OK， 妈妈赏安安呢、啊？好看完就把它放着。这个都可以看。发射器啊。没东西。哦，这里还有两。几条、啊。我房间刚刚是从哪里出来的？是这里吗？哦，不是，这里是浴室。这里是浴室。这里呢？
这里是，这是我哦，这是我刚刚的房间。哎呦，然后嘞，哦，找到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也很快分不清楚，哦，就有时候会看不清楚没。哦，昨天没注意到。靠北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，干，烧我了。这应该是父母的房间啊啊啊！对不起，不小心打爆了。安全帽，蓝色安全帽，不知道是谁的安全帽，感觉戴着比较有保障，我也这么认为。戴安全帽就可以去飙车咯。好了，厕所目前是没看哦，厕所刚刚那个。哦，跳不下去，靠背。好啦好啦，一定要从这里跳下去。然后嘞，门嘞，门在哪？哦，在这，在这。噔噔。那个是，哎呦，干你娘嘞，干！哦，靠背啊，干！昨天就被吓过了，干！我以为要读完故事才会出现，他妈的，咋那么鸡掰？等一下、哦，那个什么，谁啊？奶爸安安呢？来吧，来呢。先看一下，这是魏同学。我看到房东上了相框的人，没错，魏同学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再看看两旁的魏氏夫妇呗，原来他们一家人都死了。那我刚看到到底是一股冷风吹啊，我觉得自己陷入一种很可怕的状态。你在看什么呢？魏同学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。没什么，我不敢转头，全身颤抖。哎，那张照片好看吗？有不如现在好看吗？一张腐烂的脸突然凑到我的身旁，我一声惨叫说：“比你好看！”干，没有啊，连滚带爬的跑出大门啊！见鬼啊！是真赌鬼！我站在路上，突然不知该怎么办。对，我要求救，我打开警察布，他们应该要把我当作疯子啊！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想起班上有一个同学，家里是经营一间庙的，听说他有阴阳眼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不过打给他看看吧。我拿出手机，忽然发现 ，fuck， 这里竟然没有讯号，干！刚才只好找电话了。印象中来的时候，好像有看到公共电话亭，到那里求救吧。米娜，各种黑屏。米娜，不然你换成皮克试试看，可以哦。好了，这个就收起来，然后。呀，这打不到他，扣他也不行，算了，不理他。我来看看，自杀回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把别的墓碑打掉，装回去，靠背变不一样了，算了，管他的。喂干粮，你是叫我喂你吃干粮吗？喂孙雨露，好奇怪的名字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那个。哥什么什么哥马少安呢、啊？那个什么 W 算可以不要一直抛，对对对，半小时至一小时一次就好。我们走吧，好多血啊！我们跟着血迹走。哎，那边是不是有亮光啊？看错了，可能哦，那边可以穿过去。算了，我还是按照这边。可可雅安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来来来，我们先找到第一个中央公园，往这边三神庙、魏宅、很宅、孤儿院。哎，孤儿院，那这边是啥？对啊，这边是沙灰，往中央广场，往魏蜀。快速国小哦，原来如此。PK 安安啊，好久不见哦。对了，你的那什么，你打鼓励帕，在我这里会出现成三个大 S 跟三个小 S。对啊，电话亭在哪？哦，找到了。电话亭，做得非常好。哦，十五页，这里有点多。这里就我大概讲一下，这里就是那个我打给洛格，他有阴阳眼，就是我那什么男主角的同学，然后就跟他讲说他遇到了怪事，然后首先那个
那个叫什么洛格，就跟我讲说要去找桃木剑，在妖就是那个庙那边，然后我就要去找。然后我就说好吧，大不了试一试，然后就破阵嘛，然后大概就这样。好 ，A B C 安安咯 ，A B C 安安，好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要先去哪？孤儿院、朝阳公园。我先去孤儿院，好呢，还是等一下未宰？哦，先去庙好了，先去庙。好，先去庙，走咯。真的到了医院，有一定会被带下去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这也进不去，他应该有东西可以进去吧？好像没有诶。这各位在担心我的观众，我的胃已经好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这是什么？山神庙。山神庙，先去庙宇哦。他要写要先破哪吗？没有诶，他没说要先破哪，就只是单纯让我选。诶，干他啥回？干是你哦。哦，这里超贱的，他那什么，他那个动物啊都不会掉吃的。噔噔噔，总觉得昨天比较怕，今天还好。噔噔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那里是哪？哎，怎么总觉得上面被我炸掉了？哎，我记得不是已经。大家已经恢复了，我烧香拜拜，插支香进去。干嘛安安呢？晚上好哦。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嘞，我要找桃木剑。桃木剑，我记得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在哪里啊？哦，找到找到，藏在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。嘿，嘿嘿，哎，干你啊，点不到，等一下。哦，找到了桃木剑，他有写介绍，不死克星，效率一，从庙那里借来桃木剑，具有击退邪恶的力量。我听你在放屁，哼。那我来看看庙总是会有一些贡品吧，应该有吃的啊。还有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他说不能爬藤蔓，可是我好想爬哦。噔噔噔噔，好像没有诶、欸，对，没有贡品，好吧，今天就先休息哦。黑鱼还有大家哦，好哦，奶爸拜拜哦，黑屏哦，哦，好吧，黑屏没办法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拜拜，晚安。庙里应该是没有线索啦，哎呦，干，我流血，算了，打不到，靠背。有没有想要打只鸭子吃个鸭肉？呱呱！算了，他说不要破坏地图。OK OK， 我们继续走吧。噔噔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捡到蛋了！我有蛋了！他蛋做的还蛮椭圆的。噔噔，往中央公园啊！对了，我要先去旁边看，有村庄，去探索一下，抢点东西吃。啊，可以吃蛋吗？啊啊！我蛋被我砸碎了。啊，还没有带有鸡蛋，肯定你嘞。不好意思 ，Steam Master 打扰啦。哦，蓄水池啊，蓄水池。噔噔噔噔，哦，又找到哦！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马铃薯，马铃薯会中毒啊！要怎么调哦？那个，哦，鸡啊，好啦，讲错啦，我每次都说的是鸡。那个什么，那个，你们就那个、啊、就换皮克啦。嘿，有蛋的，我的第一颗蛋不见了啦。对啊，我昨天玩到一半，我要重玩，因为昨天有我遇到 bug。
这里是啥会？民房吗？哦，有土司。然后嘞，哎，不对，哦，麦田，这个，这个好像打爆也没屁用。对，我的蛋破了。没有聊天室没挂、啊，会延迟很久而已。那各位观众，那个什么，会盾的可以换看那个，换看哦哦，裤子。对，那个由于我昨天已经玩了一半，所以今天可能会比较顺前半段。哎呦，好卡！哎，哦，这不是门。有有图书馆地板的哈？这个灯强了。嗯？强？什么意思？对啊。强还是这我那个灯不？对，强哦，强哦。这里哦，往上哦，往上。要开到几点啊？可能开到12点吧，就开到我玩这款游戏啊。然后嘞，好了，先吃点东西。好了好了，等下我要先回血。啊、哦，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满了满了 ，OK OK。然后这里都调查过了，应该也没什么。作者说不能穿越山林，那就算了。走喽。阿轩安安啊，晚上好哦，很帅，真敢讲啊你。来来来，我们走走。私立技师医院，王庙，中央公园，私立哦，哦，我最讨厌去医院了，哦，好烦哦，感觉就很可怕，好想打给奶油，可是我决定要靠自己啊，不行不行，我受不了，我还是打奶油好了，哎，等一下我看，耶，琳达安呢？晚上好啊。等等，算了，我打给奶铁哈。哎呀，对 ，BGM 是我自己开的哦。可恶啊，这个需要。拿铁，等等啊！等屁啊！你要我等你干嘛？我是黑雨。拿铁，你在攻杀会？哎呀，干，他们都消失了，赶紧撵嘞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自己去医院吧。啊、哦，好烦哦，那个那个的。好啊，九五二七，拜拜。我知道九五二七都很早睡啊。这里好像都没什么，让我来调出调查调查。对啊，他已经睡了。哎呦，赶紧起来！长蛆的东西。哦哦哦，有，有机密。哦，有饼干、面包，还有什么？有饼干，有面包，你就说我要吃它。这也没事，好了，这里都调查过了。哦，接下来是去哪里？啊、哦，好烦啊、哦！啊、哦，我很不想进去。哎，好，我们到门口就好。好，没东西，很好。我觉得这都没有 RPG 游戏可怕。好，很好，都没东西，不要理他。对，我就要小心翼翼。哎呦，我听到什么声音？哦，水流声。AK 是光是，这里要想办法下去，要有 ID 卡。这里没东西，很好，没东西。
黑羽知道该知道剧情，其实没有哎、欸，昨天只顾着破坏，我什么东西都没记。我不会深入调查的，加克拜，里面有箱子，我绝对不会进去。他妈的！昨天被吓得半死 ，Gan， 咳嗽，安娜已经感冒一阵子了。好吧，我们去二楼吧，也逼不得已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也打不开。这是血块嘛？算了，上去吧，上去，不理不理。哎呦，上面有写字，希望今天不会再炸地图。HN 什么 HN？ 对啊，因为箱子是空的，什么我看不懂啦。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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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到底有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干你娘嘞！哎呦啊，干，不小心被我打掉了，对不起，大哥。啊，忽然变得超好笑了，干！是太自唱了。哦哦，有日记。哦，昨天没发现有日记。这拉杆千万不要拉，拉了都没好处。然后嘞，好啦好啦，哎呀，我先来看看，先看日记这一个。等一下、哦，先看另外一个好。快速计秒水，哦，这就是离奇死亡啦。来，好吧，念一下吧。来，念一下。快速国小离奇死亡名单：快速国小四年二班小女学生，小女学生心愿杀害死亡，死因心脏被刺穿。快速国小六年一班婷婷目击心愿行凶后，被追杀捅了三十几刀后死亡，也太猛了吧！失血过多，脏器破裂。快速国小二年一班心愿面容狰狞，双眼发白，全身病人初步判断是惊吓死亡。快速国小一年一班苏颖死因不明，死状很惨烈，眼球和内脏都被乌鸦啃光啦。快速国小三年二班瑞凡似乎是和同学约好的在学校，但是另一人爽约，不知道为什么陈思放在放映室里死因用手抓破喉咙。快速国小二年一班小一尸体毫发无伤，手臂有污秽抓痕，死因休克。对，我要去地下室，可是我没东西啊。日记：有些病人真的很吵，明明没事却还要扮演按紧急电铃，我难道不需要休息吗？干！哎，最近有点累啊，是不是该吃改行了？常常出现幻觉，好像有什么人跟着我。哎呦，有一个陌生的男人一直看着我，该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？干！原来他叫保罗，今天跟他去饮料店聊了一会儿，真的是个全身上下充满神秘气息的男子啊。那个 W 串，你可以麻烦你帮我po一下皮克网址吗？有些观众不知道。保罗说的对，病人根本是累赘，我为什么要为他们负责？护士又不是免费的服务生。二零三病人真的超级少，我得想个办法让他闭嘴。哪里？原来顺桃表面上跟我很好，私底下是会向医生抱怨我。这只巧，保罗的提议很好，成功的话，这两个的我讨厌的人都会彻底消失。病人真的好烦，干脆一次全部取去掉好了。干，去，医师处发现什么？正好我也看他不爽，一起杀掉好了。嘻嘻，干他嘿笑啊。那个什么。我教你们，你们就对着 Twitch 的萤幕点右键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好像类似设定的嘛，然后把那个画质调到最低，就是往左边调，就是有一串东西。他杀掉他，对，他杀掉203的。噔噔噔！啊！更厉害！哎呀，好烦啊！走错了，是在这里。哦，烦呢、欸！哎呦，自杀回，看不懂。
那刚刚那个洞洞做的太容易让人掉下去了啦，烦。嘿，这里不要按，千万不要按。这里也不要按，千万不要按，按了都没好下场。然后嘞，哎，奇怪，好啦，我尽量尽量尽量。黑羽有吃过雷神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怎么啦 ？GU GU， 对啊，昨天炸地图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一个一个来，先调查完这里了。我要找 ID 卡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哎呦。哎、欸，这怎么忽然变亮啊？我被蜘蛛黏到了。里面有那个，不要按。啊！哦，烦嘞、欸！我一直忘记是变酒柜了，干！我一直忘记是点那个什么，点右键，我一直按左键。哎呦！那也忽然变亮亮，里面有东西，不要按。噔噔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噔噔噔噔，哎哎哎，他撒毁啊！我不小心把血打掉了，算了，没差。ID 卡到底在哪？哎呦，那边有血块！哦，好烦哦。对哦，我真的不知道 ID 卡在哪。那个 NYNI 那晚上好哦。惨吧惨吧 ，ID 卡它到底放在哪？我都调查过一遍啦、啊。嗯，哎、欸，我要从。哦靠北，我还有可以跳下去，结果不行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怎么没想过窗户应该可以跳？假如破两个的话就可以。还有楼上哎、欸，这个画吗？啊，对不起大哥，我想说把画打掉就有往楼上的路了。阿迪卡在地下室，可是地下室的门我打不开啊。可以跳下去吗？哎呦，差点就掉下去了，吓我一跳！噔噔，哎呦，很烦很烦。刚才跟我讲话的女生，刚刚没有跟我讲话的女生啊。阿里卡在地下室，可是我要怎么去地下室？哎呦！我都瞬间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烦呢、欸！哎呦，干，好可怕，这超可怕的、欸！你们知道这真的很可怕吗？好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哦，找不到呢。A 鱼儿，哎，鹅信安安娜 ，Hello。可是我要找钥匙。钥匙它放在哪？哎呀，烦了！哎呦，干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干你娘嘞！哦，好烦哦，烦呢、欸，烦死了！看不到，嗯，我在想办法啊啊啊！我想到了，等一下。我想到了，对啊，把网址上的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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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 Z H T W 改成 W W W 都小写啊，都小写。
消息。